准备出征，准备为早归，准备出征。想到你我就哭恨别梦久，对，很专业。好多人哦。先去很远。哎，两位看这边好不好？不要看别的地方。现在这边有提供那个舒压室，舒压区，然后有蛮多按摩的，现在都排满人。对，那不是好地小飞机吧？飞台吗？我们给追的，不是飞这台，我们是小的，不是最新的，A35。然后现在呢？他叫车过来，载我们过去。哦，载我们过去。哇，上车喽！现在来到一个加油站的旁边，啊，它有一个你上的部分的驻车的地方。好啦，这一台是我们今天所租的车子。好，从先放啊。我没挂上了。
那边拍一下，预防一下。那不用了。真的有欸，哪里？我好难欸，不要让华军分心，真的。哇塞，没人鱼欸，在日本开车真的要非常小心。欸，快到了。是听得懂还听不懂？听懂意思。他就别人讲都停在躺在那边。好呀。那没有回人家。回人家。不是啦，你不要讲话啦，我要让他过啦。好呀。我怎么打到那个？不是，没有以后你就是两边都按了。不要打啦。管他的。你让我分心。你这个，就好看你喜欢不喜欢，慢慢直接录进去，直接录进去就好了，就放，我喜欢直接干进去就好了。你会胖？你会啊？不是，我就会啊。尽量减少转弯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。然后人家说，这几天这六天哦，那霸市区有一个晴天一直在开雨刷的。这次住的饭店。啊，进来拉比了。One people, two people, three people.Right now. 我刚回去拿。现在往那边走。对啊，可以回去再后。这边，哎。